安心啊，嗯，听说你也会一些拳脚功夫，出去跟他们玩玩。我不去了，我就会一点儿，都是些皮毛。哎，安心，尝尝这甘蔗，可甜了。我不吃，谢谢嫂子。嫂子，你爱吃甘蔗呀？嗨，我就当零食吃。阿芳知道我喜欢吃，就经常给我买。他也不怕我发胖。他对你可真好。我跟他说，等我们百年之后，就找一片甘蔗林合葬，这样下辈子也甜甜蜜蜜的。你们俩可真浪漫。饭好了，可以开饭了。哎，第一次来就下厨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辛苦了。是啊，安心，既然你认识门了，以后就欢迎你常来。我们家毛杰真有福气，能认识你这么好的姑娘。啊，来吃饭吃饭啊，来吃，多吃点。好，谢谢嫂子。来吃这个。谢谢。喜欢喝茶吗？嗯，但是不大懂。多接触就知道了。茶本身不分好坏，就像人一样，区分好不好，是从别人嘴里说出来的，不代表自己。